好的，现在玩的是手游《复活先生 Universe》，然后这次有一个新词跟一个副科词哦，什么阿龙，阿波龙，你看也是 3S 的，我要冲啊，我的钻要被榨干了。让我看一下，好，先来看一下公告好了。然后一样连结，我放那个国际版未来式角色列表与评价那个哦，它那个 Google 试算表连结做得蛮赞的，可以点进去参考一下。我看一下后面还有什么词，我要把我的钻抽干吗？龙虾，圣王有圣王啊。还有什么？还有那个桥，哇，太可怕了！烈红我应该会抽一下，星驰我要抽吗？很挣扎欸。阿波龙好用吗？看他高难评价那个列表是给他评三颗 S 啊，三 S 折，又要喷九万钻这样。然后有送一只这个老爹 S 的，他是要完成任务哦，莫名其妙完成了就有了。与阿波龙之战，礼包还有什么矿石兑换锁，土偶碎片掉落中，土偶不是换一换就满等了。还有什么9月17号才开哦，决斗技的徽章获得量两倍，然后星驰啊，嘿，真的会不会抽到没有钻啊，不管啦，抽一抽啦，我是觉得应该会复刻吧，烈红都复刻了对不对，现在又没有那个免费赚的优惠，还是之后还会有啊？好，不确定会不会有。好，烈红评价还不错啦，可以抽一下。其他机器人就呵呵，有抽到就抽到，没有我觉得我就算了。八二太阳光抽过了吗？有没有啊？忘记了。安妮法，苍兰，苍兰是在国际服改成限定角。魔改之后变限定，在那个日服是白金角。感觉我要分九万钻了，还是会超过。8月9号公告在这种上面哦，那是不是写错了？8月9号，然后9月13。嗯哼。宝石商店价格调整，是变便宜还是变贵啊？我没买过啊。是异常，好，就多了一个创新活动啊。日服有一个，我以为这个已经开过了，你知道吗？然后。最近那个开头登录送东西，我都狂看，没有在看的。好，不管了，有打、啊，忘记国际服还没开过啊，第六关我过不了，我只有试一场，没有过就不管它了。哦，然后特定角色好像一样会有追加掉落啊。OK。哪一只就看有没有追加就知道有没有了吗？我这边会写啊，很久没有看这里了。这换，反正这些角色都有。还有什么 ？Saga One、Saga Two。哦，然后可以把角色换出来吗？这两天前就开了。然后还有一个爪子哦，全套提速 SS 的，
还有一个护手，护手是哪里啊？护防具吗？啊，反正就用一个 SS 装备换起来，然后剩下就想吃角色碎片嘛。因为我到底有没有这些啊？我看一下巴勒泰米，巴勒泰米有没有？我没有抽吗？欸，这个我就有。嗯？为什么巴勒泰米有两个？我有看错吗？好吧，不知道为什么他放两个。然后烈红，这个我收藏自己，把它换掉。然后有凯撒机器人什么的。你看你把我有折，有一只有的螳螂，欸，螳螂我也有，咦，我有抽到了吗？限定改造，对啊，还是另外一个螳螂。两个啊，这个只有碎片啊，要换出来要250个。哦，那其他什么练达之证、白金券换一下。音符啊，好，其他我收台自己慢慢把它换掉。然后又要来喷钻了吗？剩下大概20万够不够之后抽啊？我不知道欸。好，不管了，抽起来。我是觉得烈红要抽一下，那个阿波龙就不知道嘞，好像没怎么看到他出现。召唤，哦，开始乱抽啊！先看一下僵尸，就是感觉没有很强啊，为什么评价那么好？单体双属性，哦，有全体双属性的吸的，还有附加麻痹，体术特殊类型，我有一个全体 A 的，好吧，是好像还蛮强的，啊，招式看起来没有很强，回合开始时智力上升，效果中没有那个几率哦，必定上升哦，哇，防御强化 ，HP 非全满哦，非全满比较赞哎，伤害上升，并减少承受伤害，好吧，好像还蛮厉害的啦，可是它减少是减多少啊？我看它整理的有没有写，伤害上升是15%。减轻是20%，好吧，这这次应该也抽一下，不然就赌赌看他复刻有没有折价之类的，没有就要等很久，大暗锅之类的。冲锋枪全体吸，这个就还好。随机攻击三次，我每次都防御强化。欸，这游戏的防御好像不太实用。这个会代替我方承受攻击，几率中有几率。炼器，其他就还好。哦，老爹。巴勒泰米，这次我真的没有啊，奇怪，我怎么印象中我有抽过呢？还是我抽的是另外一只？这只是新的啦，在想什么？限定改造。欸，这只有魔改哦，它改了招式，烈焰魔法，改了什么？我看不出来，等一下。本来是什么3到5次攻击，不是啊，这另外一招，
本来没有那个降丸力啦，他多一条降丸力，好、哦，看错格子，然后这个是多了一条什么三到五次攻击啊，反击会不会中断？这两招魔改，能力也魔改哦，弱点集中，本来是什么？等一下我拖一下。弱点集中本来是三，现在变成四哦，多5%这样，好哦，好吧，抽起来，算不够了就我也不知道要不要抽哎、欸，后面还有圣王石啊，圣王 2.0， 然后这一次复刻的就要看吗？随便扫一下，这边又有一只巴勒泰米，马赫犬。奇怪，这只强在哪？我也不知道。再发动两次气弹，打很多次是不是？单体一次全体 B 的，再加一次气弹，哎，两次哦，再多打两次。全体 C， 单体，然后自己加速度 ，EP 加2。可是我觉得被动好像还好。好吧，不晓得。因为这次不知道为什么评价还不错，那机器人就要看吗？机器人我也没有抽啊。巴勒泰，哎，我印象中这只我有了。嗯，哦，巴泰勒米，我怎么会变成巴勒泰米？啊，不管了。这主角的老爸是不是？欸，应该那个剧情很久了吧，不算雷啊。汉尼拔，都过超久的剧情了。然后 3S 单体，还是我搞错人了，把主角老爸乱成别人这样。哦，汉尼拔，苍兰，我怎么好像有？这知道怎么办才好，我已经不晓得哪些我有哪些没有了，反正都抽到保底哦，45000，那我大概还有200000赚嘛，应该还够用吧，还是不好说。好，那抽起来哦，这一次目标是这个阿波龙，其他没抽到就算了。还是最后面我又忍不住要把他们抽出来。谁？啊，这只。存了那么久的钻，来抽一下这样。那还有一只墨镜哥欸，还没抽到。应该不会最近又复刻吧？在圣王石之前把钻榨干，苍兰，那国际服好像还没有更新，在那个保底那边看你有没有那只角色的功能，不知道什么时候要更新。哇，我抽到几抽了？3是不是？啊，反正差不多剩下46000嘛，还是我要数一下，抽了差不多，去看一下几抽。哎，都没中，应该是第4抽啊，还是我又数错了？5抽，都没有。啊呵，这次有毒，惨了！上次那个一抽就中，把运气用掉了。等一下，我是不是抽错词啊？我看一下有没有抽错，没错啊。哎，6抽了。
都没有欸。好，60抽啦，我没有在单抽了，一次都抽10个，7了，欸，70抽了都没有，还是单抽比较好，抽到手酸呢，啊，完蛋了。好几中一只而已吗？那其他两只就要放生了。那这一个应该久了吗？太扯了，累死！还是我抽的时间不对啊？这只有毒啦，12，一只都没有。等一下，这样是对的吗？但我是他们是不是忘了把角色放进去？死了吧，我看有没有数错。我是一公司是不是忘了把角色放进去？我很想说好歹可以中个两只，一只保底换出来。结果我想太多吗？这么黑，11都没有欸，别的 SS 也都没有出来。12，这个时间不适合抽是不是？十几啊，13，哦有，老爹。哦呦，他有放。13是不是？还是啊？14。我啊！狙狙！啊，那我要抽他出来为止吗？感觉我的钻就要喷光了。15了，对不对？哈哈哈，阿二泰米好不好用啊？不好用，这次就不换了。欸，还有一抽。阿泰勒米。还一直叫出他的名字，难怪抽不到。巴泰勒米，哎，好，没事 ，OK 了。哦，前面都抽不到，吓死我了。好 ，OK， 搞定，45000三只都有了。不要这样吓人嘛，对不对？然后他阿波龙，应该是吧？换，我真是没抽到啊。OK， 搞定。看一下，这次太吓人了，确认一下。啊，还没有新入手，那就战斗力吧。12，阿泰勒米，不用战斗力，那就是风格 LV。哦，123，哎，等一下，这只我有抽到。喂，哦，他不是入手顺，好，没事，那反正保底了，要换一只嘛。好，第二次我赚剩24万，喷光光啊！那现在都没有那个免费赚的大赠送了吗？然后这次我到底哪一些有了啊？
啊，一样抽到保底啊，不管了，主要是要抽烈红，还是烈红出来我就收手了。也再附赠一只机器人也不错啊，其他就谁啊？苍狼。可是我记得苍狼我有了，逆我也没有，记错。抽到苍狼有点失望，那总比没中好一点嘛，应该高兴一点对不对？所以第二抽，等一下又忘记数。要一直确认这样，三还是我应该记那个钻啊？看抽完会剩多少，但就不用确认了。三四，巴泰勒米机器人啊，收工了吗？我还差汉尼拔旺有抽到了吗？还是也没有？对啊，巴泰勒米我有了吗？哦，机器人，巴泰勒米苍兰，这样差谁啊？差汉尼拔跟贝红，有四了吗？有没有数错啊？五。我觉得我数错了，等一下十确认一下。五六，七。是机器人，还好之前那次机器人我没有抽，我应该蛮气的，这么容易出现。八，你怎样？还是我搞错只了？这只评价怎么那么低？那去翻一下旧词吧。九。那个机器人是另外一只，哇，这只评价什么 V 而已，哦，十，我去确认一下是不是十抽了，差两只吗？汉尼拔我到底有没有抽出来？还是他没有抽到就算了？哦，十哦，他没有标啊，难过。还要自己慢慢找。哦，付费。哦，差两只哦。十一，哦，有了，这只我到底有没有啊？也没有哎、欸，八张应该都有啦。有抽到烈红就省赚了，没抽到就保底吧。十二，十三。是，应该没有数错啊，数错就浪费三千钻之类的。又是机器人，不知道到底是不是啊？十五，
哦，没有，呵呵，嗯，好比用换的。都抽出来了也行啊，好歹都有了，一只平均9000钻，诶，那好像还蛮划算的，夜红嘛，然后那个有抽到的角色标，现在那个功能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，的话应该方便很多。哦，接下来就看墨镜哥什么时候复刻。那个路西法是不是？确认一下是不是都有了？一二三四五都有了。好的，然后嘞，我还抽免费的。嗯，这每日的抽了白金票券，看又大失血。接连2次大失血，我本来赚是多少啊？没有40万，应该没有吧？抽一抽剩下20万了。螺旋回廊我打了没？20号更新啊，这没几天。这个应该没了啊，14天，抽掉。还有15张，可以，不能刚刚好75张让我抽完吗？在这边单抽啊，所以我也有在单抽了，在这边，印象中没什么在单抽啊，没有单抽过这样，忘了这里有单抽的时候，哦，都没有，哇，这个。抽9次吧，你都抽到了，中2只，有新的吗？没有。咦，这个好像也是烈红，对不对？对。中这一只。3只欸，1、2、3，其实都是重复了。2只，2只，哦，没了，没有抽到新的，我白金10是不是抽完了？然后都要花钻的，这40把我的钻榨干了，
好吧，那大概这样先收台啦。